这个游戏的名称叫做《诅咒走廊》。然后我有没有玩过、啊？我真的他妈记不起来了。对，光看这些，光看这些小分给的这些名称哦，我已经没办法再记得了。我到底有没有玩过？说真的，只能靠你们。好像又不那个了。他面向某一个点的时候特别那个，我觉得这边就是事他的那个事件的重生区。低配 PT 哦。对 ，U 一四的没错啊，这个角色走路感觉好晕哦，这是干什么？晃动超不自然的，非常恐怖，画歪了。哦，我希望能够看清楚一点，但他应该不会让我看清楚。干，在后面没有。所以这是我妈喽。你的生命非常的死板，而且痛苦。然后呢，像个人偶一样活着。不要往后怕爆，那什么都没有，那怕什么啦？你不要怕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要怕一些存在的、看得见的。傻小，我死了！很靠背，哎，好烂哦！妈，他最后什么东西飞过来？我这是什么啊？我以为至少是会是刚刚那个坐在那边的飞过来，然后恐怖的脸这样，什么都没有啊！不行啊，这个只能丢粪便了。而且说到粪便合集，我好久没有丢粪便合集了，这粪便合集感觉已经停更了。然后我的那个影片资料夹嘛。有十款以上的粪便都还没剪，搞屁哦！越积越多了，就好像便秘一样，大不出来，粪便一大堆。这游戏的名字叫做《窝蜂虾斗》，什么意思啊？什么暗影啊？我来看看，监视器啊、哦？该不会又是监视器 game 吧？不然都不要了。双胞胎兄弟，其中一个出了车祸，脚不见了。字好小。他说摄影机在哪里？一个留言。理查 ，fuck。潘一调查。理查把开机碟藏起来了。这个吧。啊！这什么蜘蛛作业系统啊？哎呦，我怎么那么矮啊？我是脚断掉那个、啊。It's empty。冲啥笑？这是监视器 gun 哦。哦，鸡掰耶 ！Next。Holy shit！ 哦，哇、哦，好大一只蜘蛛哦！哦，没有，这可以换。What the hell is that？ 大蜘蛛。他这个监视器要换大区域，你才看得到啦。This can't be right. I need to check the tablet. 不对啊，我必须去检查一下什么平板还是什么。All right, let's boot you up. Hopefully you'll have 重新开机。Arania online. Arania 上线。语音辨识启动。关键字是什么？拜托了，臭婊子。按 Tab 可以用平板看。Error. Kitchen camera two. Kitchen two. 什么意思啊？真的有东西爬过去耶？我需要出去吗？出去之后要去哪里修啊？他妈感觉很恐怖哎、欸，有一只超级大的蜘蛛在外面晃、欸。出去啊！他妈这小矮人是有毛病，腿断了、啊。
扁他哦。我要怎么才能躲过蜘蛛的掠食？是动画吗？哇！在背后！哇！干！是 game over 还是剧情啊？我死了、欸！没了，太短了啦，鸡巴！哎、欸，这是没有写 demo 啊，奇怪，这是一个 demo， 待续了呢，还没做完，因为太短了吧？他这个故事惊悚的点正要开始，然后就突然不见了。我想说至少出去绕一圈嘛，然后发觉哎、欸、奇怪，什么监视器的线啊，还是什么发电机啊被打坏了，然后你就发觉这边有奇怪的黏液或者是蜘蛛网，然后蜘蛛就在你的附近环绕着走一走，在门外面突然看见一只大蜘蛛这样走过去，然后你就戳一下嘛，对不对？想说我赶快回我的办公室报警。然后跑到你办公室就在前面嘛，他开门的那一瞬间，然后就啊被拉住了，然后转过来一看，就是刚刚那只蜘蛛，然后头被啃掉，赞不赞？然后最后再写感谢游玩 demo， 请赞助我这样子，多赞助一点这样。这游戏的名字叫做收割还是收成啊？怎么玩？看一下。你好啊，感谢你好心的。来照顾我的农场，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短时间内就会回来了，请确定照顾好我的玉米田，他们需要爱情的关怀。Better get this work over with。还有配音呢、啊。Better be careful with this fire in the field。要小心，不要在里面失火了。收集三个玉米篮。不、啊，三根玉米啊，丢到篮子里面，然后回到房子上。嗯，靠北，这家伙不会跑哎、欸？为什么这个房子的背景会跟着我视野移动啊？这太他妈晕了吧！把你收集的东西丢到箱子里面。那他妈是太累了啦，玉米。丢，怎么那么累个啊？他这个玉米是他妈的完全不计成本的，不管任何优化的，直接就一直往地图上面一直插哦。那玩家电脑如果是烤面包机怎么办？玩都不用玩了、嗯。旁边就一堆了，我干嘛跑那么远啊？靠北。Can't hold any more my basket. Better just turn this in.完了，这是走路的时候怎么那么卡、啊、？Another day done, another day done, another day done, another day done。成功了，继续。Can't hold any more my basket. Better just turn this in. Can't hold any more my basket. Better just turn this in. Can't hold any more my basket. Better just turn this in. Can't hold any more my basket. Better just turn this in. 在哪里？他不管走什么都会 K 一下。我不想当农夫了，我要去死，一望无际。我会死哦！他这个农，他这个玉米田好像有一条线分割哎、欸，看清楚一点。我家嘛，走啊！嗯，再去收集三个玉米。要收集到什么时候啊？又要去收集三个 V， 麦子都长在空中了。
这边的门锁了。阿佳要回去哦。太阳是不是快下山了、啊？鸡巴他妈整天在那边走，这个走到眼睛都快瞎了。走够了没啦？做他妈这是什么死人工作？我不是在歧视农业，我的意思是说，现在都用机器在整个收割了，他妈谁还在那边摘啊？是傻屌吗？失言。Another day, done. 叮叮叮噔噔噔噔噔，等等等等等等。哎，晚上嘞，你拿到了一个神秘的道具，把这些道具拿回农田中。意思啊 ？Better be careful with this fire in the field. 你拿到了提灯，我在哪里可以使用？白痴哦！他被人家雇来说帮我雇玉米田，我跟你讲，他雇了大概三四天之后就没有耐心了，他就想把一把火想把玉米田烧了，谁他妈跟你雇啊？疯了吧这个！早就知道他是一个没有耐心的家伙，烧一烧算了嘛，是算了。而且为什么他们家的谷仓里面有亮光啊？这应该不是没有人的吗？我就受够这个玉米打脸的画面了，玩到眼睛都不舒服了。Better be careful with this fire in the field. No, there's nowhere to run to. I need to get somewhere where these scarecrows can't stop me. I need to destroy this place.我被吊上去了，我根本就还来不及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就被吊上去了。哎，立刻存档哎。啊。Better be careful with this fire in the field. 他叫我搞清楚这边发生什么事。There's nowhere to run to. I need to get somewhere where the scarecrows can't stop me. I need to destroy this place. 烦啊！操！意思就是说，这边的农夫。他们说出去几天，实际上都已经死了。背景有一个奇怪的花纹，实在让我觉得很鸡巴。There's nowhere to run to. I need to get somewhere where the scarecrows can't stop. 上不去啊 ！I need to destroy this place. 哎，我怎么被打出来了？我怎么又死了？不对啊，怎么上不去啊？哎，荒村那边好像还有一个道具放在地上。There's nowhere to run to.I need to get somewhere where the scarecrows can't stop me. I need to destroy this place. 这个游戏我在空中的时候是不会演音乐的。哎，这边还有一个提灯嘛。怎么那么多提灯啊？按一丢提灯。这什么好小垃圾？我在风车上面丢提灯，然后站在上面大概等了两天之后，终于烧到了整个玉米田，这样啊？你逃脱了，好，谢谢游玩，满足了，至少有烧掉，没了。你们觉得这好不好玩？我被烧死了。所以我没有逃出去，不对啊！他说我有逃出去啊，我有逃出去，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么大的趴火烧到整个玉米田？好，我们往下面丢提灯 ，OK， 丢很远，然后油开始烧嘛，玉米开始慢慢的烧，可是下面都是死稻草人，那我们下去不就被抓到了吗？那我们只能在风车上面等，可是一直等，那火他妈一直烧过来，那怎么办？